你抓一个啊，抓个。民宅监视器画面拍下一名女子拿工具不断敲坏墙壁，发出好大声响，甚至还搬砖块堆在家门口，到底是在干嘛？女子破坏别人家不止一次，还拿扫把破坏窗户，甚至打坏监视器，画面整个歪掉，夸张还有。拿起电钻开始钻墙壁，还戴耳机施工，墙壁被钻出大洞，好夸张！没想到竟然是因为要竞选里长而报复邻居。那一届的里长让他选，不要让我选，啊，我有跟他讲这是不可能的啦，你算算你也啊，我算算我也啊。大家各凭本事啊！事情就发生在高雄左营区，洪男和陈女在107年时同时要竞选里长，但陈女希望对方不要出来选，洪男不肯，认为各凭本事竞选，没想到陈女就开始破坏洪男家，拿电钻钻墙壁，夸张行为不止一次。如果你去登记的话，哈，就是我给你敲房子的那一天呐，一直给你破坏啊，差不多持续一两年。回到现场按门铃，但陈女没有回应，因为想叫对方不要参选里长不成，没想到变成破坏骚扰，让邻居实在不堪其扰，只好上法院。这下子里长当不成，还要被告和赔偿10万多元，实在得不偿失。记者宋佩纯、陈珊珊高雄采访报道。